我后来发现我感兴趣的是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中被改变的那一部分。哦，我感兴趣的是这样，比方说我画风景，我可能肯定要画上高音喇叭、红旗啊、学校啊，我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些环境，而不是说一片美景啊，那样的话对我来讲没吸引力。但我加上这些东西、这些符号以后呢，这个风景被改变了。